感染的、啊。有消毒过了。他连医院旁边不要抽烟的，操你妈的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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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医药费啊！你干嘛打我？你不要打我！你干嘛打我？我流鼻血了啦！你干嘛用你的脸打我？你有病啊！你的拳头为什么飞过来啊？啊，我手好痛啊！啊，你的鼻子好硬啊！我手好痛啊！我昨天才被院长撞到肚子，你看我现在走路都这样子，你还打我脸？你干啥？你胆胆缩进去了是吧？没有啊，肚子痛啊。昨天我只是、啊、我老祥的那一圈真的是很厉害的。他是开车撞我啊，我昨天在椅子上要问他。开车撞你。我昨天在这个位置啊，他就开车直接撞到往我身上撞下来啊，椅子都飞了啊。他肯定是看你不爽啊。他临走前笑了一下就开车走了。啊，那肯定的，我老祥车技是全程最好的啊，他要装睡肯定是故意的。啊，阿公，你今天要看什么啊？啊，沐浴啊，我来干嘛？哦，吹冷气，你又忘了吗？运动运动。阿公，你喝水了没？记得喝水，阿公。你都没有下班吗？哎、欸，还没啊。对啊。然后睡觉。没有哎、欸，刚刚去看了一下动物。刚刚在观察野生动物。哎、欸，阿公要不要来摸一下？阿公，阿公要不要来摸一下？不要，这个抽烟，这个爆油肚的。你要不要去看车啊？带你去看豪车啊。看啥车啊？超级炮车啊，你要不要看？哦，我还好欸，我车子真的还好欸。啊，那你无聊怪。你刚去砍啥动物啊？猩猩啊？没有欸，我看鹿啊，看猪啊，看狐狸啊。啊，我刚刚才装死三只鹿啊，好爽啊。哇塞，你要不要给点钱啊？我去买他们啊。是啊，不用买啊，肯定有人会处理的。我就是要去处理啊，你要不要给点钱啊？我要开始募资。啊，管我屁事啊！我来成立动保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动物还要保啊？当然要啊，动物也有生命的呢。啊，我国保，你要不要保啊？你说啥？我是国宝啊。啊，国宝就砍都要浮欠的，你知道不？你国宝就要关起来呀、啊啊，不然受伤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不要碰我，就不会受伤了。你不要开车就不会受伤了啦，阿公。你国宝就要去吃竹子啊，吃水果啊，搬个跟斗啊，抓抓痒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啥？你把我当小孩啊？没有，我把你当国宝，要吃水果。我是贵岛国宝，又不是中国国宝，操你妈的！我又不是说你是中国国宝。好啦，阿公，骑慢一点啦，开慢一点啦。啊，你是包进啊？哈哈，干！说我包进。好啦，把他打趴走了啦。哎，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再去看动物吧。
安安哦，哇，四个会戴耳机的国宝，很多团团哦。总是走这条线，我是走马路诶，怎么又是这条线呢？这条线有点难走诶。诶，昨天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看有人说什么小猫哭了，演戏演到真的哭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是开车开不好哭了吗？还是？上课就去上课吼，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，重复一次，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，希望那个目标不要跑。我看不到啊，在哪里呀、啊？这是薰衣草吧？是人呢？什么事？小兔兔，你在哪里？哎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兔子嘞，兔子嘞，哇，兔子不见了！跑得真的好喘哦，我的天呐！帽子被打掉了，可恶！臭阿北。他撞我 对啊，刚才找兔子跑掉了，看比较大的动物吧。不要，你不要下，你不要下马路，你不要来马路，你不要来马路。兔们，你们在哪里？兔子，Where are you？啊，怎么又不见了？赶紧发喽！奈个无去呀、啊？
裤子也太难找了吧！我这次不会让你逃掉喽！看到你，哎，不可能啊，他就在这里呀，怎么可能会跑掉？没道理呀！不是，我现在是连兔子的重生点在哪我都不知道啊。不，兔子不见了。小猫那个要看后半段 VOD 才知道，是哦。所以跟开车无关。哦，原来这边是赛马场哦。我也要玩，可以借我玩吗？我知道开车有变好啊，他不是有两个司机在陪他开车？哦，对耶，一模一样的地方哎。哇，他把烟灰丢到泳池里面哎！我看一下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丢进去了。我拍下来哦。不是啊，这边是马场，所以刚刚外面养那些都是猪才对啊。哦，不对，那些猪应该是马才对啊。那叫我。啊，自己绑一下鞋带哈。我看到你哦，要跑，小坏坏过来。怎么每次下个车门就不见啦？有兔子洞是不是？我找找哈。
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？有那么厉害的？都跑不掉了吧？哎，真的，马上不见呢，太屌了吧！米奇，大家好。哇，悠闲的午后时光啊！我吃个药好对啊，就真的不见啦。No！哇，会感冒，会感冒，会感冒。对啊，我这刚刚真的是在守株待兔啊。他不是说兔子是在树那个撞到树，然后就昏迷过去，被猎人抓走，然后那猎人就是在树下在等他。遇到下雨，可是来这个点的话，会不会算找麻烦呢？因为这边就有几头鹿啊，我觉得很棒诶。看看有没有人。哦，是农夫吗？我怎么记得是猎人呢、啊？哇，他这个画面让我真的觉得湿气真的做得很棒诶，湿气就真的感觉很重，也就觉得很，名字就觉得闷闷的。等到20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只知道他是说等到什么，他相信还有兔子，又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兔子来。那我国小的成语诶，游戏开起来。哦，不行，在下雨。快回去！
呵呵呵呵呵呵，欸，人变多了欸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发呆，我这个人是发呆，我在想我之后要怎么办，要怎么募资那个动保的东西，我刚刚在想说我要举着牌子在车库吗，还是怎样？哦。白痴哦，这边是那个啦。我一直记到那个，欸，好像点一样的欸。好，一样就好。狗狗，右了，转，再右转。搭欠。有人遭判刑，谁？阿土哥被判刑。高度被抓到吧？哇！警察早上做事欸，好强哦，好猛哦！还有什么姿势可以玩啊？动不是身体动作，安抚。相亲亲。那 啊、这个嘞。抽筋，妓女动作是啥？我其实没看过啊。哦，就拿香烟哦。哇哇哇，这个翘臀，哇！医院不能抽烟啊，不要不要这个，抽烟。位置变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啥事啊？我在车库欸。
我怎么打破我的玻璃呀？我的妈！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市民连环这车士兵祸啊！过来市干民连嘛？环车祸。怎么走路还是这样？我吗？对啊，看你昨天是这样走，怎么现在还是这样走？啊，就这个很严重诶，被院长的车撞到诶。哦，还没好是对啊，院长诶。不是？好啦，保重身体啊。微笑。这个广告啊。好，院长，我去哦。找给你了，哎，隔壁而已。兄弟，没事吗？还有意思吗？兄弟，还好吗？听得到声音吗？看不上死你的，怎么了？你好，我刚刚走路走到一半，有车撞我，你还走得动吗？我们去医院检查一可下好以，吗？只是脚扭到，没关系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没关系，来来来。来